连续五年来，福和爱心关怀协会和福和里办公室都会在岁末年终之际，邀请善心人士及各单位一同为偏乡地区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付出。大家齐心整理着物资，将要送给学生们的衣服、文具等搬到车上。怕下雨天淋湿了，还盖上帆布。包括新北市甘霖国小、金童国小等，共有11个单位，上百人受惠。 利用大家的爱心，一些捐献，以及我们福和里平常的一些义工，他们收集一些这个资源回收，等等变卖所得的一些款项，再加上一些热心人士的一些募集，甚至一些金钱或物资，那么在这个困苦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筹措一些经费，然后每年来这个。 奖励这些小朋友。一早忙着联络学校确认物资抵达的时间，两天的行程，成员们跑了北台湾许多偏远地区国小，也得到了小朋友们真诚的感谢。未来福和爱心关怀协会也期待有更多爱心人士和企业加入，一同将温暖送到孩子们的手上。中嘉新闻朱凤志永和报道。